在华严经里有四句偈语说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其本一灯无减无尽。在维摩经菩萨品也有一个无尽灯的譬喻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中不尽。大意是说，点燃一灯再分百千灯，灯灯相传就能光明无尽。这个无尽灯法门就是一种回向，我只有一个面包把它送给你，我心里默想，希望这个面包可以让你饱足，甚至让天下的众生都不要挨饿。这个面包经过我的一个祝愿，一个回向，利益价值就不一样了。我赞美你这一句话，令你欢喜，令天下众生都能欢喜，意义就不一样了。这首偈语告诉我们，点一盏灯，万万千千的灯都会跟着明亮起来，而最初的那一盏灯并不会因为点燃其他的灯而减少其光芒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把利益分送给别人，自己并没有损失，这样自利利他的回向法门，何乐而不为？能够依此而行，又何患人间不能成为光明温暖的净土呢？